我们彰化二里的红酒出口酒糟机哦，是最特别用我们二里彰化红酒我们的美味来做发酵，跟接合我们的蔬菜来做这个土鸡的烧烤，非常的美味哦。那欢迎大家都来品尝。是观光局的参展，我们得了第一名。然后这一次我们是用选用我们土鸡在地的七星斑，然后用巧用它的手工把它蝴蝶刀，然后做成了我们的凤尾鲜鱼卷。欢迎大家到台中福华可以享用这道美食。